天是星期六，然后因为我上个礼拜睡眠非常的不足，所以我今天非常心安理得的睡到了12点。我今天的计划就是出去买个 grocery 啦，然后回家 edit， 然后做家务，然后放空。对，放空今天是在我的计划之中的。我刚刚本来想说起床之后我就先去买 grocery， 但是我把那个窗户打开，我手伸出去，我想说我天哪，也太冷了吧，好开心哦，但是我不想出门。我最近早上基本上没有食欲，就最多就喝一杯咖啡，然后我的第一餐通常都是在3点、4点或5点，就我现在好像是一天就只吃一餐的人。我跟你讲 work from home 之后我吃的东西反而变少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跟我一样吗？然后我跟你说，我刚在超市的时候就是在放空嘛，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上次 work from home 的影片，有人说怎么会有人不喜欢 work from home， 然后我就突然顿悟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如果 work from home 的话，我的广东话会变得很烂，因为我现在广东话已经不是很好了，尤其是听力跟口语，我变得非常之没有自信。你知道我昨天去那个税务局，因为我们就有些文件要拿去盖那个印花税嘛，然后你也知道政府机关他们就是会有一个玻璃的那个门挡在那边，加上大家都戴了口罩，然后背景音又是很多什么广播啊，什么啊几号请到几号柜台什么，然后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我进入了一个就是高阶广东话听力测验的考试现场然后我就很努力的用我有限的广东话试图去了解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他们也很努力的想要用广东话解释给我听，然后到最后就是真的没办法，我就用那个纸，我就写说那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再递给他。然后你知道就是进入到要写字的时候，我就会自尊心真的一下子被打落到地下13层那种感觉，就觉得来香港2年多还要用写字跟对方沟通，真的是唉。另外一个让我每次都感觉自信心下降的就是 Boris 我跟你说，因为我最近呢跟他比较有机会一起工作，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用广东话跟他对话，可是很常我们的对话就是我讲一句他就说蛤妹啊公妹，或是他讲了什么话我觉得我 get 到了但是我没 get 到，所以我最近觉得跟 Boris 在一起我就是对我的广东话感到非常的挫折。对，但是呢 Boris 应该是跟我讲广东话里面的就是算高难度的朋友。I change his diaper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And now your eyes open up every morning to the love that shines in my. 我有问题要问你，我今天买了莲藕回来，可是我第一次用莲藕，请问它要削皮吗？我是不是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啊？它不用削皮是不是？不用削皮哦、啊 oh, ，OK OK。洗干净了以后，你再直接切片下去煮排骨汤呢？嘿、hey, ，对，哎，你怎么知道我要煮排骨汤？哎呀，莲藕就排骨汤而已，你还要怎么做？要不就做甜的。我要煮饭了，你要看吗？我现在要准备煮饭了。不管了，赶紧煮，拜拜。好，就煮了，拜拜。还挂我电话。
아, 소원 씨도 오빠가 이렇게 잘. 现在要来给一个 comment。 最近有一条片就是尝试着有部分是外包给别一个剪辑师去剪，虽然说我平常的影片其实都比较日常一点嘛，但是偶尔会有一些比较就是综艺嘛，或我觉得有些互动很好笑的，那以我的这个剪辑的风格的话，我觉得就没办法剪到它真的很好笑的那个点，然后加上我也不太会加什么特效，就是我没有那个 skill。 总之我就把这支影片交给他剪，然后他现在传了一个 draft 给我，我现在就用一个叫做 Whipster 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网站，你只要在荧幕上面点一下就可以加 comment， 所以就很方便沟通这样子。霍格华兹好像，Oh my god， 各位，不知道现在外面几度，因为我整个窗户都是冰的耶。因为最近香港的病例就激增到几千例嘛，所以有很多人到医院之后就是也没有病床，就只能在医院的外面，然后里面有很多是老人家。但现在外面天气又这么冷，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更严重。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一样是一个阴阴冷冷的一天，所以我决定我今天应该是不会出门了。我的 supplement 我都吃得很固定，就金盏花、 B 群跟美好莓果。因为我等一下想要拍影片，所以我今天起床之后我就先 get ready 了一下。我最近的作息真的不是太好，我是那种晚上两三点才会睡得着，然后早上可能是十点半十一点才能够让自己醒来的那种，就今天既然没有出门，就来个努力的一天吧。我想要剪一支影片，然后把另外一支影片的 first cut 给剪完，如果还有时间我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剪片应该就可以花掉我一整天了吧，毕竟我今天睡到十二点。然后这是我今天的 coffee， cheers。 哎呦 sorry。Home cafe is the best. Oh my god. Love it. 汤这个呢，其实我本来想要做凉拌莲藕的，但是后来就还是变成一个炒莲藕。然后我用的酱是那个 Gaibojern， 好啦，然后还有简单的番茄炒蛋。大家不知道最近在看什么呢？我最近在看那个 39， 然后 Forecasting Love and Weather， 还有 Manifest。在我吃饭之前呢，还是要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 sponsor， 就是 Surfshark VPN。这个我每个月都要提醒大家一次。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现在立刻马上。Right now， 首先第一个，我们身为一个活在21世纪，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在网络上面的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买东西啊、填资料啊，都这么的方便。我们方便，表示别人也方便。所以我们的个资虽然是眼睛看不到的，可是它其实是很需要我们去保护它的。 Surfshark VPN 就很像是一个守门员，就是当有人想要把球丢过来或者想要攻击你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通知提醒你说，哎，今天有人想要窃取你的资料咯，这样就像一个安全网一样。然后另外呢，就是像
现在疫情在加拿大，是不是把剧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在不同的串流平台，像是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想 explore 更多的剧的话，这时候你就用 Surfshark 去改变你现在的位置，它就会跑出一些你现在所在位置可能是香港可能是台湾没有的剧集，所以是一个还蛮方便的一个 feature。 那老话一句，只要使用我的折扣码 clumsy， 你就可以得到 83% off， 然后外加三个月免费，所以你自己算一下吧，就是掐指一算，你觉得对你来说值不值得。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看一下。 Yeah， 我要开始吃饭了。Take me home. Go down the road. No. Feel the wind as we're going. I like spontaneous moments with you. Drive around, laughing all the best we know how. Broken tires, hard and true, but I like spending these moments with you.都用厨房的这个叫什么来的的这个板做镜子，不知道是因为今天天气冷的关系，现在这个面膜也是冰冰凉凉的。我现在边敷着我的面膜，然后边想要跟你们聊聊我最近喜欢用的香水是不是很 random。 对，首先第一个呢，我最近很常用的是这个 Byredo， 它是什么名字？ And this one of course is on my top 5 Byredo fragrance。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Byredo 的 Super Star， 哇我的天哪，这个味道比较偏木质调，然后是一个非常深沉然后非常 complicated 的一个冬天的味道， 我是这样觉得。I personally love it so so much. 它的缺点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持久，可能四五个钟就要再补一次。不过它的香味无懈可击。再来第二个是 Jo Malone 的 Poppy and Barley， 这个味道我第一次在店里面闻到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 categorize 这个味道。如果你也是喜欢那种木头带有一点奶奶的味道的人，你应该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啊，你一定是要搭配别的香水一起喷才会更有层次感。我通常都是配他们家最有名的那个 English Pear， 我觉得搭起来真的味道100分，而且我觉得比那个 Byredo 的还要持久。第三个呢，这个是我上次跟朋友去逛街的时候在 K11 买的一个香港的品牌The Scientist， 就是 The Scientist， 然后把你知道转换成 The Scientist， 这个味道是 Hong Kong， 这个味道是比较偏花香，我觉得稍微比较小女人一点，然后就想说支持一下香港的品牌试试看。长得差不多的，我的面膜要撕起来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去买那种刮痧板回家自己刮，把穴道啊那种堵塞的啊全部都刮起来。大家看看我家有多么的湿，尤其我家旁边有一个是海吗还是湖，但总之就是很潮湿，喝了一点点酒脸就已经红成这样子了。